请中华民国羽球协会理事长张伯作张理事长为我们颁奖。 男子甲组单打第五名，亚国北师大陈继仪。恭请中华民国羽球协会副理事长郭义成副理事长为我们颁奖。 男子甲组单打第六名，河铺北师大红俊洲。恭请嘉义市体育会球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永安刘主任委员为我们颁奖。 恭喜以上得奖选手，并感谢颁奖贵宾。
竞赛组报告，11:30赛程，女乙双何富松山、王思敏、魏婉意，彰化师大林伟杰、简思荣，请至第10场地。
竞赛组报告。11:30赛程。彰化师大罗佩慈，台北彰化苏婷怡，台电金欧孙国佩，江西化请至第九场地。至防护组五队区。